部计划下个月主持一次国际会议，帮助解决日益严重的叙利亚人道危机问题。科威特领导人萨巴赫星期一在巴林召开的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期间表示，他将在明年一月底主持一次捐助者会议。他说，最初提出召开这次会议的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一早些时候，国际和平特使卜拉西米在大马士革会晤阿萨德总统后表示，他仍然对叙利亚的内战感到担忧。卜拉西米星期一说，他就可能的解决方案和阿萨德总统交换了看法，但是这位阿尔及利亚外交官没有详细说明有关进展的任何迹象。